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去看各年的一个统计，就是进口统计。所以这个一，我们用折线图。二，请点进口日期。三，请点总计。可以吗？就是接下来就一路要教你们，资料清理完毕之后画图，听得懂哦？好，至少现在你大概看到一件事情，从2011年开始到2021年，好，至少你知道一件事，2021年进口值有增加，对不对？听得懂吗？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事情哦。好，这是我们上午一定要做到的事，三个步骤就可以画出这张图，然后再解图。一，折线图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用其他种图啦。二，进口日期，这个前面是不是有一个框，请打勾。三，总计，请打勾，可以吗？稍微把它拉大一点。这张图的意思大概告诉你，2021年进口是在增加的。好，你只要知道这件事就好了。